年70多岁了，这个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了，都有想有个愿望到北京去看看升国旗啊，一直没去成啊，体格也不太好。这边知道我的心愿，也用大樱桃给我摆一个大国旗啊，太好了，太漂亮了。谢谢孩子们。是我们利用课余时间，严格按照咱们国旗的标准比例尺进行计算的，然后利用课余时间来这里对场地进行了规划和布置，然后今天我们很顺利的把这个国旗拼了出来，整个过程中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。